奇怪呢，已经这么暗了，你人到底是在无用三的？他今天不是应该过来这边才对。你要来不来找菜，他凊彩伊啊啦！答应他来，我当作扣着；无来哦，当作放弃啦。阿辉在这边来哦，该做的拢无做啦，我不如家己过来。他是把你当作刺客。哼，什么才在刺客呢？有一遍哦，伊真辛苦，我咧倒咧边啊哦，咧喊一声我大声，我吵一下咧。我看伊根本哦，把我当作是鬼。哦，你哪在遮？你是不是有代志要找我参详啊？无代志就袂用来是无？也毋过，下暗你应该伫咧游泳池啊，迄边才对啊。唔知影是毋是因为志良设计志忠这层代志去影响着？我即马一日看到因母仔囝，我就感觉足讨厌，就感觉足惨白个。啊，也毋过这层代志，毋是已经去诉啊？对我来讲，无这么简单就准煞。要不你就安尼走来遮，人翘翘，人一看，嘛知影你是对伊有意见。我就是无想要做甲这么明显，我毋才过来找你参详。参详？啊，你甲玉玲姐的代志，你也是找卡强参详，我无立场。我要参详的对象，毋是伊，是志涵。你上好两早甲志涵调来你的身躯边，不管伊做甚物事拢好，就是莫让伊继续留伫个桥北。啊，志涵毋是做甲好好？啊！你奈雄雄无缘无故要甲伊调走啊？美华，你敢知影？即马桥北迄边的人，拢在讲一挂尻川后壁话。因竟然讲志涵年少轻狂，目中无人。因在讲志涵一上任就大开杀戒，找一挂对咱桥人有贡献的老工程开刀。因讲志涵即马是老神杀手，你讲，还是阁继续安尼落去？志涵在咱桥人是要安怎甲人徛起？也毋过志涵伊根本就毋是迄种会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啊，哪会互传到遮尼歹听啊？哼，凊彩想嘛知影是啥物人咧后壁变鬼变怪。无怪叶云姐也一开始都互志涵坐遐尼大。欺负志忠阁无够，连志涵这么单纯，伊嘛要设计伊，实在是太过分啊！好，我马上来想办法。你出入门到今嘛吼，敢若看表看二十外遍呢？你是不是有啥物代志？有就紧来去办办的啦，莫搞到袂输迄个死老狗嘞！人在家心无在家啦，看到心痛啊！奇怪呢，已经这么暗啊，恁人到底是在无用啥的？伊今日不是应该过来这边才对。伊要来不来找菜，伊凊彩伊啊啦！答应他来，我当作扣着；无来哦，当作放弃啦。阿辉在这边来哦，该做的拢无做啦，我不如家己过来。跳跳人看到一片叶啊落落来哦，就知影秋天到啊。这查甫人伊的心是安怎，嘛要对细项代志就表现出来。敢若看你甲吴冰春的互动哦，就感觉出来，伊甲咱的关系已经愈行愈远啊。哼，较早伊是一倒来就困死啊，啊即卖嘞，我缓一下心哦，伊就会惊精神嘞。伊是甲你当作刺客。哼，啥物才咧刺客呢？有一遍哦，伊真辛苦，我咧倒来边啊哦，咧喊一声我大声，我吵一下嘞，我看伊根本哦，甲我当作是鬼。这个表示已经处处在提防你了。哎，废话别讲啊啦。对啦，我叫你去找那个林安娜，你是跟伊讲好啊未啊？阿伯，你嘛较拜托嘞，啊，这么重要的代志你嘛紧办办嘞。我今嘛是把所有的希望吼，拢放在林安娜的身上啊啦。我认为安娜对咱今嘛要争天下，要发生偌大的作用，所以你嘛唔通病急乱投医，安那无到尾啊。希望愈大，失望嘛愈大。哎呦，我试看卖哪会要紧啦！我即马哦，敢若是离迄红米花街只死老狗愈行愈近哦，我都愈抓狂啦！我得去寻着较早红仔去用抢走迄种欠债的，我都气到要脑肿去。所以讲即马啦，就算是迄个林奶奶，即马无法都变作是咱抢财产一个机理。也毋过只要会当让红米花知影讲红仔去用抢走是甚么款的滋味，我就是做梦嘛会笑，想着我就爽啦。
我想迄只老狐狸一定有把威慑重新改过，咱嘛无一定会分到什么好处。而且以咱即马甲安美华母仔囝伫咧超人的实力甲地位比起来，吴冰春若是早死，只是互因捡到便宜，用咧较早清霸超人，对咱是一点仔意义都无。我甲你想的无共款啦，咱即马是啥物人赢，啥物人输，也毋知影。即边你着听我的就对啊啦，你着叫迄个林安娜甲吴冰春下联哟。只要讲这个林安娜伊的手大水，功夫赞。这不输鬼哦！伊若是聊落去，什么代志拢会发生，拢会起变化。我看代志无这么简单。你着听妈妈的就听我啦。而且哦，我早就想要报仇啦。我这摆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伊知影什么叫做男人改不了吃屎，白秋嘛是会拄着大白鲨。但我看这死老狗肯是袂来啊啦，袂来上好。一个人看一张眠床，点到较爽快。嗯，啊，你是搁咧看表创啥啦？我即摆咧考虑，是毋是应该去找因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。